and I'm off the carnival and they want for my son.哎呦 ，Irene， 你到底会不会放风筝呢？什么风筝到你手里都飞不起来，看来你必须多加练习哟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，哈哈哈哈。吴先生吴太太，你对我们今天的明星帅哥戚玉武他的表现你是觉得如何呢？非常满意啊，谢谢。非常满意啊，是很肤浅啊，不是很真心的。为什么？我是帮你问为什么，为什么呢？你觉得他很好呢，很满意呢？第一点呢，小孩子们都很喜欢他。真的吗？喜欢，还帮我们做这么多家务啊，种花啊，煮饭啊，洗地啊，洗衣杆啊。你看，你看吴太太省了我好多时间啊。吴太太有多么开心啊，好像中了那个大彩还是什么这样子的样子啊。那么你们觉得五颗星里面呢，你要给阿五几颗星呢？五颗。哇，你们太大方了吧，他真的是五颗星吗？绝对是的。为什么呢？两个是免费的吗？免费的东西，对，他很新加坡人呢，新加坡人。那好吧，谢谢你们啊、你们还有什么东西要我们做吗？在我们还没回家之前。完的，谢谢你。他们是我们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客人哦，在天还没有黑之前放我们走了，你看你多好，帅哥哦，大家听着，帅哥就是有好处哈、哦。美女也是有好处吗？啊，那倒是对的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